财神爷没有杜氏爻啦，杜氏爻就是斗爻，啦啦啦，我搞完做嘛个扮演的料理，我先讲过吼，做嘛太敢有带啊，像财神爷嘛，带有像马文才，马文才，嗯，那因为做嘛个扮演的料理，因为来做意式肉酱起司汤圆，哦，意大利料理很有专长，系啊，我说我们今天一天意大利面改成扮演，系啊，听你意思嘛。其实要看用改成扮演，这意思诶，用因做了面疙瘩，嗯，哎，嗯，是用那面疙瘩的想法啦，嗯，到变板上病了去，哦，但是今天该板上然等下会炸过，哦哦，先炸过，炸过哦，等下到了酱哦，用它炒，炒过，哎，还炒过，哎，吃光吃光，哎，好，所以可能要油又少了啊，嗯。今天应该不是爱听书的吧？那酸排应该不是变好了吧？啊，我跟你算下，等下。你是吹多钱？走，要给多少钱呢？好，先把菜先切一下。像我说，摆盘也还要落去。等下小哥落去炒一下。要起司啊！哎，要起司。你煮法法可能个都是笋干，是做个笋干辣笋。哦，拿来。备材完毕。我来。好了，还有个彩椒，两红出来来配色嘞。就让你量调就拉呀，样子拉累了，小哥配色的。哦吼。忘了好多掉哈。嗯。你等一下，你煮下肉酱，配色的，好。哦。忘了好多掉。哎，缝个电话就看不到哈。先准备好了，哎，备材完毕，好。哎，油了，好，油也好烧的，哦，我来泡了下板子。那不是温嘛个东西嘛，哈？不是，天天过去搞的。这个泡的这个板子啊，一定会烂的，硬硬直接泡，所以在病毒软的。不说是腿笨，天龙的天龙的炸唔得，嘿，佮后唔好炸，后会爆胎。哦，冷冻的来炸。哎呀，炸得挺好，直接叫我漂亮呀。嘿。翻脚。哎呀，小哥炸一下子多得嘞。哦，他们在上面哦。小小小小小小小。现在小哥炸啊，其实会切切，哦，因为做咩炸香球啊？一炸香球啊，就会爆黑。你铺香球啊，去爆黑，哦，都要铺香球咪冻闷下。哦，系。炒，嘿，底下会先小个炒过，哎，底下豆油先准备个，底下讲意式肉酱，嗯，好，就肉酱啊，就先来做好嘞。遐买肉酱啊，是用到了洋葱，嗯，就洋葱啊，风菜条，好，青菜，西洋青菜，嗯，好，有高牛啊，底下就海炒过，然后奶油海炒过，好，炒过了，用到了头麦刀，好，干条有重要，一贵价个先去炒过。一再再同埋新鲜同埋多，好先炒过，好炒过以后找平遐罐头的，罐头的哈，同埋。罐头的酱迄种个也系贵粒的，要贵只贵只的。那个剁切落剁啊，直接到去平海煮熟，到去煮过去就会面体嘞。哦。伊地板很宽的多嘞，又它又同埋多啦，同埋多嚼了哦。
枪拍出来吼，先平可以。一切话就讲翻，阮食盐，要做阮其他东西吧。没做得啦，今日做一万多多东西啊。阮米奇莫。没做得啦，应该讲个意式应该做了的那种菜肴，其实是用了面疙瘩，面疙瘩面其实用面粉啊，突然小麦粉那做的面疙瘩，其实你讲用了的再来米粉去做了板蛋的意式，穷龙啊，哎，穷大都不用掉啊。伊老了肉酱啊，做一类啊，嗯呐，嗯蛋墙做做了意大利面哩，其实咪做在做东多东西。我这便宜叫的，伊了便宜类啊，只要变两礼拜就冇问题。哦，系啊。好，伊老了破的板蛋变老易。先平下鱼咧，平咧肉体的丝啊。哦，这种意大利的元素啊。一下鱼去，一下是中台咧。我这边黏黏的啊。嘿，我本意就讲黏黏。好。哎，用因食物，用因在食咧焗烤，焗烤饭哦，焗烤饭的感觉。嗯，好。要配色的，好，红黄椒配色，椒，你看一下，其实哈，用它的，所以有黏黏的感觉。酱料做完，做好了以后，你咸的吼。系啊，其实应该是讲会做了意大利面，又会讲很多意大利面餐餐汤啊。嗯。用为像哦，取代很多东西，其实去酱做起来哦。嗯。变就冻会变。哦，变化浓度。好，先做得意式肉酱 cheese 汤圆。我是咬的是饭哟，意式肉酱起司汤圆，黄椒的、红椒的切一条条的，葱花菜切细细类的，腾细叶的先炸锅准备，腾意式肉酱煮滚后，变葱花菜、细叶的起司条，青椒角、黄椒的、红椒的，安尼好食的意式肉酱起司汤圆就做得到双手喽。